我的天，3.5版本零课档可以白嫖1.3万元时。Nice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庄。昨天官方刚前瞻完毕，想必下半卡池的神磊凌华和申鹤大家都已垂涎已久了吧。那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自己手里石头够不够，也必须要知道 3.5 大概能拿多少石头才能好好提前规划一波。这里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大概能获得多少石头吧。总结不易，还希望给一个三连投币鼓励一下。首先开门见山， 3.5 版本有新规，前瞻直播也说过了，只要完成魔神任务就可以白嫖一个纠缠资源。掐指一算，一共有21幕魔神任务，如果你是已经完成前面20个任务的老玩家，到时候就可以直接领取20个纠缠资源，再加上 3.5 魔神任务的一个纠缠资源，那么21抽等于3360元时，再加上本来的任务有60元时，目前3420元时，接着是风花节大活动可以获得1000元时，三个小活动可以获得420×3等于1260元时，那么活动原石加起来就是1000+1260等于2260元石。目前3420+2260等于5680元石。然后是迪西亚传说任务60元石，以及迪西亚、赛诺、神力灵华、申鹤4个5星角色试用各20元石，60+80等于140元石。新的法路山邀约任务搞定5个结局获得60元石，搞定5个结局后还会完成3个成就，一共30元石，也就是邀约任务一共90元石。然后3月1号刚好会更新 3.4 的第3期圣渊，再加上后续2期 3.5 版本圣渊，1期600元石，全拿满可以获得1800元石。目前5680+140+90+1800等于7710元石。然后3月和4月会更新2次星辰商店，可以兑换10个纠缠资源，也就是1600元石。目前7710元石+1600等于9310元石。最后是万年不变的更新停服补偿300元石，问题修复300元石，再加上后半段 3.6 前瞻直播300元石，这里又是900元石，加上每日委托1天60×42等于2520元石，目前9310+900+2520等于12730元石，这个是零氪玩家的原石获取数量。如果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签到和 H5 小活动的原石，1.3万元石肯定是有的。如果你是小月卡玩家，每天90×42+12730等于16510元石。如果你是大月卡玩家，16510+640+680等于17830元石。最后总结，即便你是零氪玩家，出一次金也是问题不大。当然，以上是基于认知内所知道的原石数量做的大概总结，实际情况还得看后续游戏更新。可以肯定一点的是，一定会比这里预算的更多一些。好了，我们 3.5 版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。